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八千里山川和月像是一首歌，不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红，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乐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痛，未来还有梦，现在是在一个社区的活动中心里面，啊，那这个呢，由我们周通赞助这个场地，一年多了哈，我们本来每个礼拜五都有读书会，那最近我们礼拜五的读书会呢，很可能就会要做一个，应该算转换，因为年底的选举就到了。那本来礼拜五的读书会
是我们内部的同志意见交换，还有就是核心价值彼此确认，所以过去我们都不对外公布，也不对外公开，都是我们自己对上面的同志在一起开会，你知道。那今天是因为要告一个段落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公布哈。那要跟各位报告的是，我最近的户籍迁回松山信义，啊，是因为有一个我个人的案子要打，所以不方便借别人的户籍。本来借大安文山是借别人的户籍，那迁回松山信义，那是我自己的家，打官司比较不用担心，啊，那年底呢，可能就会在松山信义了。就不签了，因为那个官司没那么快。那另外我把那个松山区跟信义区的公园夜市还有行政机关，哦，我都签选出来了，等我感冒好一点，因为我现在还有点感冒，声音有点沙哑，等我身体状况好，大概应该不会下个礼拜吧就可以了哈。可能白天开始我就会在每一个公园，一天可能就是连个两三个公园哈，然后晚上就直接到夜市，就直接街头开讲。那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党部的公投案申请提案在这个月底，我们会把那个提案单送到党部，那等正式申请提案通过，街头就是我们争取联署的地方，那既然要争取街头联署，所以应该是整天我都会在外头。那在外头的话，我们每天会在我们的地点，我们会透过那个直播，然后我们的那个机车啊很方便，就后面两个旗子插上去，然后那个回照箱摆上去，然后一个音响，这样就可以动了。那至于我们的战旗要不要再做一些新的，到时候再看看，应该做不了，不需要多做几面吧，就可以强调。那其他的应该就没有了，就等着那个上街头以后再说。那另外一件事，那个何理事长前两天吧，他在讲那个中立双尸命案的啊，我这里要讲一个，很多人啊，做事情都没有大脑，都不用大脑的。要讲那么直白吗？有的时候我觉得说，越对人家越客气啊，越讲的越委婉啊，反点不醒人。我们对上面哈，处理几个新著名的案子，最成功的应该算是应金男的，可是应金男到现在为止解决了没有？还没有完全解决。民进党政府不会那么快妥协的啊，绿营政府，别说是绿营了，任何当权的政府执政者，掌握执政权的政府都不会那么快容易就能够妥协的，所以你必须一步一步的就是逐步去改善它，或者逐步的让它这个知道自己犯错。那从应金男的案子为什么我们会那么顺利，是因为一开始啊，那一个案子啊，所有的人认为都是死掉的，癌症末期无药可救，我都是认为无药可救，所以没有一个人
愿意牵涉其中。那最早的时候，应进来那个事件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找过很多人，也找过好几个民意代表啊，也找过律师，也找过什么。可是到后头来，像那个我们接触到这案子的时候，已经行政诉讼，他那是已经打了行政诉讼，而且全部都败诉，都已经确定了。那移民署还要强调说，我记得差一个多礼拜还是两个礼拜，一个礼拜啊，就要把他强制说遣返大陆。那那个时候他找到了何理事长，那那个案子呢，在那个时候是没有人敢碰的，啊，包括有几个民进党的立委，还有几个国民党的立委，名气都蛮大的，那个名字讲起来都话术也跟党的，都说无药可救，都说这个已经救不了了，没有用了，你就等着回去吧。啊，那在这种完全没有人要碰的情况的这种案子呢，我们处理起来就很简单，为什么？杂音很少。那后来又处理了几个案子，很麻烦。怎么麻烦呢？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旁边在水高卡车，就旁边出馊主意的一堆，就我们做了，有的时候该进，有的时候该退，有的时候呢该硬，那有的时候就要该软，并不是说一昧的蛮干。那有些人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碰到事情呢就喊冲喊打，然后冲了打了，自己能不能解决事情？不能解决，然后不能解决怎么办？跑去躲起来，然后那个事情就丢在那里，谁来收拾善后？双尸命案这个案子有没有疑点？当然有疑点，可是有疑点呢，你是不是要把那个嫌疑人，而且呢要把相关的证据提供来告那个嫌疑人，对不对？不是说你从基隆告到高雄，只要你认识的人全部告他杀人。一个新住民往生了，绝对不可能全台湾岛上的人都要置他于死地吧？不可能吧？是诉讼那个原本的那个行政诉讼的输了就输了，重新另起炉灶。你这个案子也是一样嘛，你不能讲说新住民死者为大他死了，所以呢他是最大的，所以任何人他都通通可以告，只要他碰到人都是杀他的。你这种官司，第一个不但打不成，而且会让人家认为说你就是在滥诉。你滥诉的结果，你会让人家觉得想帮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更糟糕的是，旁边有些人就自以为聪明。他们会说什么？他们会在这里面就是添油加醋的，就说对我们新住民有偏见司法不公啊。那什么样才叫司法公平？就是你告谁，那谁就要被起诉；你告了谁，谁就应该抓出去枪毙，这样才叫司法公平啊？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啊，对。我们做事情我们之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为什么就是讲话都是理直气壮的，因为我们讲的是理，我们不会无理取闹。如果我们也无理取闹的话，那一下话嘛，对所以大致上我就这样讲，因为之前也有一些新住民姐妹来找我们陈情，
我是觉得有些陈情哦，就已经过于离谱了，啊，因为你自己先错在先，你不能把你的错，啊，要我当作没看到，然后变成说错的我要硬把你熬成对的，好，那这种我也做不到，所以有一些。新住民的案子，我后来我都跟他讲说无能为力，因为你自己本身就不对了，你不能把你不对的事情要我装聋作哑，然后就变成你是对的。你只要来澄清，我就要完全好去照单全收。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比白痴傻子还更白痴更傻了。其实队长讲的这个问题，我们后面我也有思考一下，确实不是说每一件这个澄清案件里面都是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像新住我们这个新住民群体的是弱势，并不一定，这里面有时候有很多隐情，但是你不帮他呢，他就到处在讲说，你看，连这个什么都不帮。都不站在我们这个角度上想事情，站在你角度上想事情，也要想一想你这个问题对不对，合不合理，你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你过来就是哦，我被人家欺负了，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应该这么说，我们只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弱势的，而不是说那种投机取巧然后要硬凹的那种，对，占便宜的也有是借势生端的，对，他就是没有开啊，有，要是没见他，怎么会？往上顶一下，有啊，有，有些人是借势生端的，然后认为说他来澄清，我们就应该全心全力啊，这个完全义务的帮他，这不尽然的，我们会分。我会分事情的对错，而不是说你来澄清，啊，你就永远是对的，这不一定啊，啊，这里我先要讲明白。还有哈，就是我希望帮的时候呢，我们用我们的做法跟方式，但是如果你的方式或者是旁边七嘴八舌的，啊，那变成在那里。搞到最后叫无理取闹，我也要帮的话，那这一种我也是不帮的。这里我是很明白的讲，我不会顾忌任何的困难，我也不会害怕那个事情的困难。但是有一些人啊，他们的那种帮忙呢，不好意思，他们应该就是为了抢媒体吧。阴茎男事情结束了以后呢，在之前告一个段落，啊，有一点这个好的事证出来的时候，而我所知道就有很多团体都跳出来讲说，印金男都是他们出面才能够得以圆满解决，啊，那至于是不是，坦白讲，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跟这些人争执啦，因为当事人他自己心里最明白是谁在帮他。那现在呢，他的身份证还卡在那里，必须再经过重新的这个打一次行政官司。这时候呢，这个之前提到说愿意帮印进来的那一些人，哈，又通通又不见了。我在这里我呼吁一下，有心帮印进来的，哈，那几个团体。如果你们真的还有心帮忙的话，殷靖南应该要再重新打一次行政诉讼。那如果你们愿意帮他的，好，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做，我赢的。但是我人在台北，每次帮忙都还要从台北跑在南部去。南部那里如果有哪一些团体愿意帮屏东内埔乡的殷靖南女士讨回她应有的原本就有的那个身份证的话，啊，
可以跟应急男联络或者跟我联络，那至于怎么帮忙，我会啊把我知道的跟各位做个说明啊。那希望诸位这次真的要帮忙，赶快站出来，不要等我们帮完了你才站出来讲说事情都是你在做的。好，我把机会让给你们了哈。是啊，很多都这样啊。对，那至于那个礼拜六礼拜天很喜欢去拆那个台独旗的啊，如果有兴趣的话，看下个礼拜还是什么，反正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在西门町，在台北101都有台独大旗，可以在那里，那想去拆的人啊，我欢迎你们从台湾岛各地可以到台北来集合，你们家附近的你都不拆，专门跑来台北拆。嗯，啊，台中也有，高雄也有。马年就回复哦。没有，我讲的事情啊，嗯，不要老是在那里讲你很会拆，你们你连你家旁边的都不敢去拆。我们不拆是因为尊重彼此，然后那个是人家的旗帜，我不会去动人家的旗帜，但是人家动我的旗帜，那我绝对不客气。没有在松山新义呢，是因为松山新义旁边是内湖南港，然后另外下边的话是大安文山，旁边是中山大同，啊，再跨过去，就可以到那个中正万华，然后中山大同再往上一点就士林北投，啊，所以那个松山新义基本上等于是在大那个台北市的中心点啊，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去跟旁边的我们党内同志要参选的人也比较好搭配。那我讲吧，大概下礼拜开始，今天会做直播，基本上就是我们礼拜五的读书会告一个段落，然后未来我们就把所有的活动就全部都到街头上去演讲，因为脸书第一个会直播，所以我们未必需要在我们自己的摄影棚里面，除非说刮风下雨，好，那穿着雨衣在外头感冒了也不好，那个时候我们再移到室内摄影棚，不然我们就尽量都是在做户外的直接沟通，来街头演讲。就像这个礼拜天我们这是在那个忠孝东路跟基隆路口台北市政府的事务转运站，好，就是板南线市政府站的二号出口啊，那附近我们就转骑摩托车，就把摩托车停在路边就好了。然后有两根旗杆，啊，再加上那个回照箱跟个扩音器，就可以直接开讲了。啊，各位还没什么意见？开直播大家都没有什么话说。没有，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刚刚走到那个和平跟那个基隆路路口，那边现在就是有一个国民党那个女生，现在早上就在那边开始弯腰拜票，哎，你看能不能动作很快，然后对，哎，我家小孩小朋友不是有放那个寒假了吗，早上也要我送他去那个安亲班，经过秀山国小那个路口看到一个叫张维倩，综合区的这个市议员的那个这个参选人，
那他是谁我不太清楚，但是我一看到张维庆的时候绿色的砍办，我想说这应该是民进党的。我想在中和姓张的无怪乎就是张庆忠跟这个张瑞山，后来一想不可能是张庆忠的人嘛，嗯，我在想说应该是张瑞山，结果一转弯过去看到那个服务处，张瑞山跟那个张维倩联合服务处啊，我就想到可能是他女儿吧。这个就讲到了那个鲁智深之前讲过的那个世袭，世袭政治啊，封建世袭在台湾能看得到，对，在台湾对，在台湾之光，你看老爸议员儿子也当议员，老爸立委儿子也要当立委，这个老板当立委他的子弟兵也要当立委，对，哎，老板当这个这个市议员县市议员，他的这个子弟兵也要当县这个县市议员，所以说这是民族的好处。台湾奇迹，那奇迹对。台湾之光。最近那个于天啊，他为了他女儿就翻脸啊，跟那个蔡英文翻脸在里边大吼大叫。于天既然是当年在三重地区选地委啊，那他也是新北市的民进党的主委吧，主委新北市，新北市，那他女儿就留在新北市选就好了，为什么跑来台北市选？嗯，对，传统区好选。那他为什么要到中正万华？因为他文山。他为什么不到大安文山？那不是他的区啊，有万华。中正万华也不是他的区啊，他的区应该在三重。过去选举的结果就是那边是绿大于蓝的。对对，这个就是那个民进党呢，就是于天啊。因为他也是在搞那个世袭，所以他们都是想躺着就可以选上，啊，像这种躺着就选上，不是只有民进党今天啊的一种堕落的显示，早年那个对于蓝营的人也有这种情形，啊，我今天讲话都不在乎得罪谁哈。二十几年前新党刚起来的时候，除了说我们第一次选举的这一批人啊，是真的是比较花了很多心思，后来新党的参选人基本上都是躺着就能够选得上啊，即使不用出去拜票也都可以，人反正大家都会配票啊，然后配了以后呢就选上了，所以怎么选上的不知道，怎么打赢的不知道，然后选上的打赢了都以为自己呢都是什么神功盖世的英明神武，包括国民党新党蓝营都是一样，今天呢这种现象已经到了民进党身上，因为他们躺着就可以选上，所以大家都去找那种最舒服的床，所以一天呢他就帮他女儿找了一个很舒服的床，希望躺在上面就能够选择上，那有另外一个人呢要进来跟他一起躺，他就不让他躺，对不对？对，你要小英栽培的，小英栽培的，这是一哇，他经常喜容，这个是于天自己讲小英栽培的，没有没有，他自己的文宣上就是打小英栽培的，是刻意栽培。我讲一个哈，哪一次选举哪些人不是在打，在马英九先生声望最强的时候，大家不是跟他合照，那个选举看板不是都是他跟马英九两个握手，两个在那里，然后马英九称赞说这个东西很好啊，这一个候选人很好，然后彼此都是你栽培我，我栽培你，
像当时的基隆市市长那个贪污市长不是也是马英九栽培的吗？马力兄弟嘛，取财力的。嗯，对。可是你认为马英九，马英九真的会栽培那个贪污市长吗？我不认为会啊，对不对？可是人家不要脸就说他是他栽培的，你能够怎样？叫他。对。养他。我还可以讲了，蔡英文是我干女儿。我下次选举我就跟他讲，我的干女儿蔡英文全力支持我，可不可以？可以。要不然叫蔡英文来告我啊。选举是选血缘吗？要皇室血统的吗？不是啊。买狗。对啊。对啊。是啊。对，那人家不要脸要想什么？对，你一天跟他计较什么？那一天会计较就只有一种，他女儿是个混蛋，是个白痴，对不对？是个无人。你完了。我讲实情啊。对，因为宜天的女儿呢一事无成，宜天的女儿呢没有任何人呐、啊，所以有人跟她抢那张床要躺，她马上跳起来，公孙瓜爷不准你来躺。中正旺还要选几席？八九席啊。你女儿行的话，你会怕吗？有需要那么紧张吗？那为什么会怕？他一个人而已，你就怕？还好我没去选了，我去选的话，你女儿就光着屁股跑掉了。完了，不要再说了，我好怕哦。怕什么？怕死。是输光光，他儿子好一点吗？是啊，然后他儿子说要去拜堂后当师傅，撩脸了、哦，下西下井了、哦。宜天，学什么做人妖啊？不是，他们没有在担心他儿子会变那个恋爱的对象会转换的。嗯，我觉得他儿子看起来比较像林浩吧。哎，好，我们讲别的。所以我们现在讲哈、哦，台湾的这种政治啊、哦，已经变成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想想看，像宜天他女儿。或者很多人他们出来选民意代表目的是什么？世袭。一个是世袭，一个就是维护他们的利益，在那里做护航的工作。对，因为市议员的功能是什么？就是审预算啊。对啊。那这个他们要贪污舞弊，想要 A 钱，都是靠什么？都是靠编预算出来的。嗯，那编了这个预算，他们才可以从中上下其手。所以他们当然需要有市议员来帮他们的这些预算护航。好，好了。那反过来讲，我们参选市议员的目的是什么？看预算。我们参选市议员的目的就是。把所有跟台独有关的预算怎样全砍光？哦，这讲起来很容易，啊、哦，可是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国民党里面的市议员要参选的这些人，某节有这样叫嚣，敢去砍那一些台独预算的这些项目。他们绝对不敢看。人家擅长的是退席抗议，人家也是有专长的好吗？他们其实也是进去维护他们自己的预算的利益，然后相互妥协，你不动我，我不动你。好，那像我们这一种呢，进去以后呢，我们不需要跟任何人妥协，我们就是猫起头来，闷着头，就是硬砍。砍到他们呢，没人跟我们啰嗦，然后哪一个人跳出来不爽啊，就把他护航的预算也给他砍掉。我看哪一个人敢跳出来再跟我们顶啊，啊，然后他们一定会怎么样？包裹表决。对，那包裹表决，你认为有几个人敢？很抱歉了，那个过去统派啊，要不然就俗称的换统派。的那一些泛蓝啊，泛蓝啊，
饭桶派是没有错啊。那至于那个饭桶是哪个饭桶，自己去想。从来就没有做过任何阻挡的工作，为什么？是不敢做，还是不会做，还是都是一群睁眼瞎子啊？二十几年过了，一天到晚说蓝大于绿，蓝大于绿，可是呢，连挡都不敢挡，然后都说，哎，他们有在为民服务。其实，只要是对的，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服务不服务啊。那现在台湾的政治圈呢、啊，很严重的就是这种世袭，就太多的那种政客，他们呢都培养他们的下一代，然后把他们的庄稼呢就这样，一直延续下去，然后让台湾的政治呢变成一种封建，啊，你占你的地盘，我占我的地盘，然后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啊，个人走个人的独木舟，然后个人去吃个人的利益，靠山就吃山，靠水就吃水，啊，靠山就吃沙，嗯，靠的是教育。那就是这个学校啊，什么东西教育就吃教育，然后每一种都吃，吃到最后台湾停滞不前。那需不需要有人揭竿而起？当然需要。可是呢，目前为止呢，好像很难看到有人揭竿而起，而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都是什么？还是要维护自己的那个，政治利益。那像这样的话，我看，就算年底选完了，啊，会有多大的改变，恐怕就很难。如果没有人哈、啊，没有一个敢出来，就针对现在的现况跟事实去做，啊。破釜沉舟，哦，大破大立，那很难，我看是改变不了，改变不了什么。那这个是我跟我们各位同志做简单的报告，应该是那礼拜天嘛哈，礼拜天我们先在那个忠孝东路跟基隆路台北市政府的市政府转运站。然后市政府捷运站捷运的二号出口，好，我们先，是吧？那，嗯，那下午三点，2018参政言行，不是二月几号？2月3号，1月28，1月28，礼拜天是28，对，因为本来我们也是要在室内，因为这个礼拜出来比较晚，是因为队长感冒。所以一定要等到他状况差不多明朗、才有办法决定是要在室内还是在室外。了解。对。好、那如果说下个礼拜天气逐步好转的话，我们就白天我们就直接上去了。那有时间帮忙的你们就看，因为我们到时候都是在那附近的公园走来走去，啊，要过来帮忙的时候再就机动型的，对哈。因为我们现在最激动的就是我们只要有一辆摩托车就行了，东西带着就好，就可以走了。好，那还没其他同志，礼拜天，因为我那个上午去跑马拉松，然后我们的那个保障服务到12点以后，那时候这个时间上可能我没办法这个保证啊。不是准时，没办法保证，因为我们还要把展车要撤走。不是只是跑马拉松。嗯。我想会今天来参加，但是最近我这个礼拜天的话，我跟我老婆可能要跑高雄。
不过像今天陈龙大哥讲的哈，虽然那些台独分子都说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啊，结果呢，民主民到最后叫世袭，对，世袭搞到最后就像那个什么公平文化，就用一句话来形容啊，朝堂之上朽木为官，殿壁之间禽兽食禄，然后那些台独分子还在那边讲自己民主，我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人。我都想要鼓掌。诸葛亮用这几句话骂王朗的。现在已经没有民主可以啊，因为民主的最基本叫做法治，啊，跟言论自由。法治呢？什么叫法治？就是大家的标准是一致的，当标准不是一致的，就不是叫法治。对，啊，就是同样的事情呢，它可以有不同的标准，它可以定这个人可以，那个人不可以，这个人可以，那个人不可以。那这就不是叫法治了，没有法治就没有民主，这个全世界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很清楚的。再者哈，我们常常被民主两个字骗了，很多人把民主定成什么，投票就是民主，对，投票不是民主啊。如果投票等于民主，全世界最民主的两个国家，一个已经被打挂了，叫伊拉克的海山政府，另外一个还在，对，北韩，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投票率都99%，都99%，全世界很少有投票率那么高的国家，他们也有投票。会，对，所以他们都会去投票，不投票呢会被抓去劳改，他就强迫你了。这个不要笑人家，你晓不晓得？在我20几岁的时候，我们中华民国投票，投完票他会在你身份证后面盖一个章，代表你有来投票。什么年代？早期吧。早期啊，你们都没碰过。中共有吗？我们跟你不同年代。那你知道没盖那个章跟有盖那个章有什么差别吗？可以领肥皂领味精。不是领肥皂领味精的问题。啊，把你思想有问题改造了。加强思想教育。你们不知道以前我小的时候，我去投票的那个时候，你有去投票，后面给你盖一个章。如果你不去投票，查你就没盖那个章。村长会来关心你。啊？查水表是吗？不会查水表，那个时候很多地方都用那个水井的水，没有水表可以查。那为什么要盖章？做记号啊。对啊。为什么要区隔？你有去投票，你没去投票。要给钱，对，贿选要给钱。不是啊。对党的忠诚度。你都已经对，有大家讲的对，忠诚度。忠诚度。他看你的忠诚度。对国民党的忠诚度。他怎么知道你投票是投给谁？你先不用知道。他不管你投票的人，你有去投票，他就看。至于你投谁，他不管。有党外的，有党外的，有啊。以前有个青年的，高玉树啊，对不对？以前有个青年的，还有支持党高玉树啊。对啊，有很多还是很多是党外的，党外人士。对，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啊，这个我们在讲说那个民主不是因为有投票，在美国。有几个州啊，女人是没有投票权的。现在吗？现在还是有啊。现在应该都全部都开放了。
我记得最后是在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一九七几年那个金恩博士在那个争取平权的时候，他不也有这个问题吗？对啊，就人不能投票，妇女不能投票，妇女不能投票，没有投票权。那个这个争取那个男女平等跟那个性解放，不是那个时候开始吗？嗯，对啊，那所以谁告诉你说美国是民主国家？他们的妇女没投票权的、啊，所以很多人的观念呢、啊、是被媒体扭曲的。然后你可以看得到，啊，国民党的愚蠢啊，那不是普通的愚蠢。他在开始讲叫做党政军退出媒体，啊，党政军退出媒体，党政军退出校园。好，党政军退出了校园，然后民进党的党政军就进入校园。对，你讲现在是管爷吗？管爷这件事吗？对啊，管爷不是被民主这样投出来的吗？对啊，他的程序不是符合那个高校自治的条例吗？对呀、啊，然后他的这个程序也符合这个教育部认定的标准的。对啊，每一个。那现在媒体跟这些东西在吵的，你不是要尊重这个民主自由的价值吗？他为什么现在要这样去做？要选对他要的，没有。选对颜色最重要。没。选对他要的。不是你的这个投票结果最重要。张亮万间嘛，那就是台中市稀缺立委啊，最近不是吗？爆料，结果反而被人家爆料是，其实是那个什么，他自己认为也是，对啊，其中也是抄的啊，对啊，所以这个张亮万间啊，真是不要脸的、啊，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昨天我不是传一张单子出来，那传一张，哎，我刚刚看到我也吓一跳，怎么还有人在下面签署，那意思是说。不能让那个管爷就是上任，所以他们就是敢啊。所以马先生太笨了，什么都追到马爷。那还是马先生马娘娘。一般来讲哈，马娘娘。一般来讲，蓝营的人哈，都比较跟开。一般来讲，蓝营的人呢，脸皮都比较薄，人家讲两句了，他就缩回去了。害羞。对。害羞。人家讲两句呢，就开始在那。大义灭亲啊，要不然就是说，哎呀，要不然我就不要啊。神经病，一天到晚打自己的小孩给外人看。谁？国民党啊，是啊，不，他打自己的小孩给人家看，是打小孩给别人看，为了要证明他大公无私。神经病。对。让整个。对啊。就我们都被陪葬品。全部都让出去了。那这是他的特色。啊，特色就是因为他不敢打台独分子，他怕打台独分子，人家说你在制造民粹对抗，所以他就专门打自己人，来证明说你看我多公正，你不可以这样做哦，你这样做我就打你。然后呢，找一个自己的面有一点点这种倾向，就叫打他给别人看，然后打到最后呢，没人替他卖命，啊，像。马英九是这种样子，王建贤也是这个样子。王建贤当监察院院长的时候，你看到有谁帮他？没有，他还有出过包哎。是啊，因为王建贤以前也是最喜欢打自己人给外面的人看，动不动就小弟小弟小弟。泰国也是啊。对。这一次过年那个。返乡的班机，对不对？嗯。哦，他因为 F 云山不爽，然后他就是过年返乡的班机那个捡。他最主要是他对人家莫可奈何。只好挥刀自宫。我们讲一个哈，因为这个也是两套标准，美国的驱逐舰在南海几个岛屿啊，他潜。船开到12海里以内，12海里大概
绝对临海。二十几公里，对吧？好，领空领海，我们它都二十几公里，那海峡中线距离台湾大概有100公里，大概有100公里啊。那如果按理来讲，按照美国人的那一种航行自由，那是不是我那个航线可以逼到我这边来？我只要给你二十公里就好了，我不靠近你20公里就好了，我船都可以开过来。那为什么这个台湾的政府啊可以容忍美国的船只这样无理取闹，而不能容忍我们自己的兄弟还在他们的围墙里面来航线？那反正就一句话，反正我就是不爽。那我也很不爽现在的蔡英文政府啊。难道因为你不爽就可以吗？啊，跟这些人讲，有时候讲道理是讲不通的。然后更重要的是，那个换蓝的阵营啊，啊，对，我们不要讲说换统，换统就听得有点比较敏感。换统派，啊，就是有这一种，第一个表示自己那么清高啊，然后表现自己与世无争，那与世无争就不要选，不要出来参选嘛，市长也不要选，那议员也不要选，那你们选上去是要干什么？这些人参选选上去的目的是干什么？那选上去都是进去里面交朋友的，啊，都没有一个人在想说我选上去以后呢，在里面就是要来得罪人，都不是。选完了就是进去里面交朋友，然后成为大家。好，来，又转方向。选上以后就为什么没有来？啊？没有电了吧？怎么会没有电？应该是没电，这个电，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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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前呢，啊，就一副很积极，很有干劲，很有冲劲。可是呢，一碰到事情的时候呢，啊，基本上都跑光了。摄影机的镜头一转就没人了，摄影机的镜头一来就嗡就过来了。对对对，美女在哪里？对对对，在哪里？对对对。今天还有一个朋友打电话来跟我抱怨，他说他被检察官叫去开庭，他说他很紧张。赶快讲啦！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我知道你需要时间思考一下，怎么样可以？就讲出来都很容易得罪人，对。没有被检察官叫去的时候，每一个都，哦，哇，多勇敢，怎样，我怎么怕他，是我不怕，检察官告我，叫他来嘛，我都不怕。对，是，被叫过去的时候就知道。啊，然后我出来的时候，陈龙，你去认罪吗？你不要害到我，你认罪吗？陈龙，你认罪吗？你不要害我。要关好几年哦！哪有出来？在我们开庭那个地下室，然后等着开庭的那个叫什么地方？我在讲谁？你在讲谁？我没有讲谁啊！你不要想那么多。没有听到啊！对。
然后呢都很勇敢，都很勇敢的、讲起来都跟真的一样，我只不过是说要找两个人证人来证明这个事情是什么。马上紧张的吴大刚也打电话，这个也打电话，那个也打电话，我们在紧张的，我不是要讲这个，我只是举很多人的例子，都是这种样子，对不对？大刚哥关心我们啊，对不对？应该的。然后呢？啊，这个棋子很敢猜，猜了，然后被抓到警察局了，就吓得在那个角落拼命发抖，抖到他妈连烟都拿不稳。不过人家现在很勇敢，一天到晚跟你讲盯着两位打。对，当然了，他知道我不会玩抓，当然盯着他。对。我应该这么说，因为我们队长他有他的道德上的。对，我以前也听过，人家说过，说哎，你不要跟这个那个李生龙跟白茂林走太近，他们两个会出卖人。为什么呢？那个叫什么真的，我不知道他叫什么真的。他说那个他们去指认过他，哎。指认。要脸吗？怎么出来了？你自己不知道吗？是不是？这不好说。做人要知道感恩的，我们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好。做人要知道感恩的，在社会上才会孤等呢。对。很多事情真的不能不好说。人家把你捞出来了，妈的不感恩也都算了。我老婆在做时效，我在旁边看，真的是看到做人要不学会感恩呐、然后就。我只要讲一句话，你要从事社会运动，你要做这种革命事业，好、敢做你就不要怕，不然你就回家去睡觉，没有人会笑你。没有人说敢做，人家很用力的地方是他牙齿跟舌头，人家说的很用力，然后不能否认、然后不要做了以后呢，一出事了。就来找我，哎呀，你要帮帮我，成龙，你要帮帮我，你要帮我，然后什么，去跟总裁帮帮忙嘛，看能不能怎么样来协助我，协助你什么？让我去惹事，你要不要来协助我？只要有人，敢说我惹的事情，他后面他全部扛，我跟你讲，一个月之内，我把台北市所有台独大旗队全部都把他打跑。那个好有没有人敢？跟进，我跟。对，有没有人敢？说我惹出来所有事情，法院开庭，不管判多少赔多少，你们给我负责啊！你那些罚金，你全部负责。老子一个月之内把全台北市所有的大旗队都敢打跑。我帮你扫光。OK， 有没有人敢？我讲伯伯还敢，臭屁的很多啦。对，拿个旗子在那到处走，到处走。这样做，来，我跟你一个计划，你应该这样做，这样做，带你做好，去哪里把那个谁怎么样？我说好啊，爸爸看西北了，你带头，我跟你去啊，你怎么做，我陪你做，摸个心意，他就不来了，就消失很久了。要不然我做，你跟我了也可以啊，他也不要，那你讲半天是在讲什么？我有事情，我要闭关了。我们不是讲好说要怎样
就干到底，埋锅造饭吗？他说不行，我女儿刚回来，我要去照顾她啊啊！这一次我先缺席，然后一缺就缺好几天。是女儿包尿布的，革命还可以请假？不是，这女儿是可以包尿布的吗？这个也很经典，真的，对，就都很多啊，讲起来的时候。然后真的要做的都不见了，就从社运到市议员，然后告诉你说我多勇敢我多行，然后要他说哎，我们一起走吧，什么不好意思哦，违法的事情我不做，如果违法的事情都不做的话，中华民国是怎么来的？那些烈士当时在清廷也是做违法的事，你如果讲违法的事情你不做啊，你就不要在那里吹说你多勇敢多什么什么多强悍什么样啊，不要真的找你呢，你跟我讲违法的事情我不做，我不像你违法的事情我从来不做。什么叫违法？什么叫违法？对啊，对，什么叫违法？什么叫违法啊？对，什么叫违法啊？那太阳花学运那算不算违法？公占立法院、公占行政院，还偷吃比破坏公务建筑物。你出去游行集会也是违法的事情吗？违反集会游行法。对。就是你有没有申请？没有，没有就违反集邮法。所以啊，人家说官字两个口，我告诉你，那一种啊，也是两人上下也是一对嘴皮子。反正怎么讲都是他在讲。还有什么意见？反正我们现在就讲这样，然后，对，有个事情哦，就是那个摊贩的事情，可以讲一下来龙去脉吗？啊，你说那个啊，是那个，他那个是过去一个蓝营的义工啊，哈，他在。东化南路跟中孝东路口摆摊，在那里卖，好卖东西的，大概也算好几年了啊，摆了五六年之久应该有了哈、啊。那可能最近就是要过年了，所以就会有人就是想多几个点，那。本来另外一位来打他的那一群人，那一群人，他是在民耀百货的门口摆摊。那民耀百货走到这里来，他们大概是也想在这里又多一个摊位，啊，所以就跟他讲说，叫他傍晚才可以来摆，白天那个位置他要摆。那一天呢是。那位龚先生哈，小龚，哎，龚先生呢，他然后早上十一点多的时候就进来摆摊位嘛，那他们就要赶走他，所以当天他们就开车过来，他不是要摊位拿过来，他们是开着一辆轿车过来。下车以后呢，啊，就围殴那位龚先生，啊，那把那个椅子拿起来要砸他，那龚先生就赶快跑掉了，人就跑掉了，跑掉了以后呢，那龚先生，他们就跟龚先生放话，就是以后这里的摊位就是他们的，啊，要不然大家来拼输赢啊。大家来拼输赢了、啊，那龚先生隔天，好像他那天就被打了嘛哈，然后隔了几天他天又他就不太敢去，后来他又去摆了，然后他就看到那些人又叫车子来了，好像来了两三辆车子吧，他当然是不是他看错我们不知道，就是他感觉到又有两三部的那个车子里面坐着人。然后他只好赶快又跑掉，啊，因为他又怕挨揍。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跑来跟我们澄清。那澄清以后呢，当天我们先前一天是去看地点啊，就问他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不知道地点嘛。看了以后，我们只是问他说，那对方是谁？他也不知道对方是谁，他只知道说好像是在民谣那里摆摊。那我说他们，你有没有他们任何的资料啊？我问他说，当天他打你的时候为什么不报警？他说他怕，因为报警以后万一法院开庭，在法院又被打一顿怎么办啊？我说那你对人家什么都不知道啊，那也没对方的姓名住址什么，那我要到哪里去找人啊？那后来他说啊，他有一份一张名片，那一张名片呢是他们上游批发商批货给他们的。我说好，那你那张名片借我。那我名片拿了以后，我就直接拨电话给那一个老板，那个老板还是姓黄吧啊。他打给那个老板，我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某个人啊？啊，他说问我什么事。我说那天是不是在那个东华南路忠孝东路口这里有发生打架事件？我说你知不知道？他说他知道啊。我说怎么一回事啊？他就问我说那你是谁？他就问我是谁啊？我说我是李成龙啊。然后他就有什么，我说你如果不知道去查一查啊。然后挂掉没多久，我说这样好了，你如果搞不清楚，我去你公司找你喝茶，大家来谈一谈啊，看你们这个事情是要怎么处理啊。我没有恶意，人家大家都是做生意的，糊口饭而已啊，有必要见到面就要拳脚相向吗？啊，那如果你认为你们的拳头比较大啊，我是很想去拜访你，大家喝个茶啊。我看你的地够较大啊，我就爱跟他不较大，就这样而已啊。啊，没过了。然后下一个是什么？滚桃木。滚桃木，拳头啦。哦，滚桃。滚桃木的拳头啦。啊，对啊，我看你是你的茶壶比较大，还是你的拳头比较大？对对，老公，我才跟他讲嘛。我说你们到你那去喝茶，我才能知道你的茶壶是比较大，还是你的拳头比较大。啊，然后他就说啊，念了，然后挂掉。大概一分钟，啊，不到两分钟，啊，对，那个他们那边就某个陈先生，就打电话来了，那，对，就打电话来了，打电话来的时候就讲，就聊到同处长啊什么啊，然后他就说，他跟那个庭瑶的那个王玉峰主委很熟，啊，我说很熟很好啊。我们中华统一处的促进党是很讲道理的啊，我们不可能啊去抢地盘就动手就先打人。我说应该没这种事吧，我们中产也不会答应这种事啊啊。然后他就说误会啊，说，我说好，误会就好啊。我说有事情对不对，大家聊一聊啊，看要怎么样，或者以后往后怎么协调都可以谈呐，啊，好，那天晚上讲好了，可是没有想到隔天，大概下午吧，啊，那个龚先在那摆摊的时候，他们又车子开过去了，还没，倒是没有打了，他就在那里，那龚先生就打电话给我，所以我们看到的影片就是我们过去，那。去到那里的时候，他当然就说，啊，他们多委屈啦，是龚先生欺负他啦，什么
还是说不让他办啊，他讲一堆，那我总是让人家讲，我没有说不让他讲。那茉莉那是在做直播啊，然后他就说你做什么直播不准拍，然后我跟他讲，我说为什么不能拍直播？我拍直播是自保啊，很多人呢、啊，在我们处理事情啊，啊，先前都讲得很客气，然后等一下翻脸不认人，就说他被黑道欺侮了。我现在在跟你讲道理，我没有压你，我也没什么。那待会你会不会栽赃我说我黑道欺侮你？我黑道什么？啊，你们打人的都不黑道，我们在这一组那个双方协调，你叫黑道。我当然要直播，就这样了。我说不让我直播，我就不处理啊，我就走啊，我也不勉强你、啊。对，你有你的肖像权，我不播就不播嘛。那你就不要怪我说不给你机会处理哦。啊，后来他就让我们直播了，然后他就开始讲说他跟谁很熟，跟谁很熟。我说你跟那些人很熟，就叫他们来，不要跟我用嘴巴讲你跟谁很熟。我当时我跟陈水扁也很熟。对啊，对啊。我问你讲错吗？没错。对啊，我也跟陈水扁很熟，我也跟李登辉熟啊。有一般叫威啊，看他认不认识我。你也可以去问蔡英文，看他认不认识我。所以呢，拿回来他们就讲一讲，说他们就说不谈了，就走了。啊，他意思是要人家让他，全部的他，再看他的，然后他就走。那后来起兵来了，那起兵来的时候，他说那怎么办？我说要不然去民要去前面找找看，看是不是还在那里。所以我们车子绕过去，让他找民要。他们的车就在停在百货的公司的门口，我们就下去了。啊，他下去的时候呢，就跟他们在那里协调，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协调到一半，那个警察呢，大阵仗，就快打部队啦、什么就来了，侦察组的，就拿着两部警备车，啊，十几辆摩托车。对，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都便衣，然后拍我们的车子，然后我们说为什么一直拍我们车子？因为看起来就像一般路人甲的。那后来他就从那个脖子里面，然后拉出他的那个识别证，证件上面有一个老鹰嘛，鸽子啊，黄色的鸽子、那没有，那个时候大概是9年代，然后他们跑过去。那警察围着起兵他们嘛，那我看。警方一来的时候，他们全部都跑光了。我们六个人都全部。不是啦，他们没有，他开头没有，因为开头警察来4-5个而已。一开始。4-5个，然后就跑光。然后他们那个警察在看着他，他跟那个他们有跟警察打声招呼，然后警察问他说什么事，他们说没有没有，然后警察就走到起兵旁边。问他说：“你们来这里干什么？”然后我才走过去，我看警察围着他们嘛，围着起兵嘛，我才走过去。我说：“做什么？”然后警察说：“你们是一起来的吗？”我说：“是啊。”然后说：“证件。”我说：“要看证件了。”都给他。我就给他。他问我来这里干什么？饮茶也可以啊，逛百货公司也可以啊，然后在马路上散步也可以啊。我怎么知道我来这里要干什么？我还没决定啊。别人问警察，你来这里。有啦，后来我们就说我们看场地。没有，然后后来他就说你们到底是来这里要干什么？我说我要来摆摊位啦，我看哪里的摊位比较好摆。他说摆什么摊位？我说我们要公投啊，找人联署啊。对，我当然要摆摊位。他说不要啦，这里造成警方困难。对他说你摆摊啊，我们会取缔啊。对啊。我说没关系啊。对，队长说那你就举例嘛。对啊，反正这里那么多人，够可以摆，我也可以摆。对。这样。然后看身份证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这很明证
开始呼叫，然后就准备车子砰砰砰砰，就摩托车车就来，所以就围一大圈。这样看完了身份证以后，还是呼叫警网。是那个公共危险罪，然后毁损罪。重点我自己都看到，对。对啊，而且是红色的字哎。哦。还有那个特别那个帽子起来，一个明显人物来了，闪啊！后来就，后来就是因为时段嘛，对，后来他们就，他那时只是呼叫警网，所以就来了两部警备车，啊，那不是一般警车，是那种厢型车的那种，啊，像修理车那种。对，然后还有那个警察呢，骑着那个快打部队的摩托车，就说。他不会抓人啊，我们又没有任何违法的情形，我对啊，没有犯罪的事实啊。我在马路上走，你叫小警备车把我抓走，我们在，我又不是通缉犯，白色恐怖，我们在学校上聊天，对啊，他只是一直在问我说来这里要干什么，来这里要干什么，他说你们是不是，你是不是要去逛百货公司，我不是啦。你要我讲真话，我告诉你，我是在看哪个地方好摆摊位。他说为什么要在这里？我这里人多。对呀、啊。啊。他们也很有很专业，因为像他们就会说你怎么来的？对啊。对。他没有问我，他没有问我怎么来的。一脸很热，好想问。没有。没有，他没有理由问这个我怎么来的。对对。应该是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呢，我们本党的总裁就非常的关心这样子，然后连续就是追踪了两天，是不是确认是不是都相安无事了这样子。正常来讲不会有事啦，因为第一个他们也拿到一些小甜头嘛，也不是说都不能商量。那至于他们动手打人的那个当事人，没有当事人，他也不愿意追究，那所以很好啊。那只是说事情圆满就好了，没什么。对，吃一点亏没关系啊。对。然后那有些人就在那里，反正就我也觉得没有必要把话讲的了。那这个。可能是大安分局的分局长啊，前一天晚上有做梦，有人托梦给他，说哈、啊，第二天在那个民耀百货门口呢，有人去捡一根铁棒子啊，在那里哈、啊，可能会发生严重的斗殴事件，所以那个警察来到那里的时候呢，就在那花圃啊什么就在。上前前后后上下的翻，然后还把骑兵的车子后车厢打开。再加上刚说很怕又有人在路上捡到甩棍啊。这个我怎么觉得不是？我怎么觉得好像是别人给我们设圈套？这很怪啊。对啊。这不知道哪里怪。我从头到尾我听。队长讲了这么一圈以后，最后我的这个个人感觉就是很怪，对不对？而且跟人家很熟，我怎么觉得好像是在跟我们设圈套？因为我们本来在这一边，后来把我们叫过去。我不想把这个把人心想的那么险恶啊。可是我直播关掉，我再讲实在话。跟大家说，这个以后要怎么的直播都要关掉。OK。因为。啊，挥手了呗，对，手机准备收起来了，哎，我在讲实话，关掉，下次讲实话也关掉，放到那个哪里，放到那个。